尊敬嘅各位同修大德，大家好。我哋继续嚟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请大家睇《必成正觉》第七品经文呢。是在科题呢，是几四稽如佛德。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敏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敲，讲道诸有情，圆满释所愿，一切皆成佛。这一段经文还是偈颂，接着上面的偈颂讲下来。上面一大段，我哋上一次就讲咗啦，都系讲嘅阿弥陀佛大誓愿海，亦即系四十八大愿嘅总结。唔单止系总结啦，仲有深化提高。咁我哋依家读嘅呢八句经文咧。在四十八大愿里面就没有提到。所以这一段的偈颂可以说是添加了新的内容。在佛经里面呢，这种体例也都很常见。就是前面叫做长行。长行的文字呢没有提到的，在后面的偈颂里面就会提出来加以补充。这一段确实是有非常之重要的含义。这一段的大意是讲阿弥陀佛发愿，他是将四十八大愿讲述之后这里讲的，如佛无碍智，我愿有如同佛一样的自在无碍的智慧。无碍就是无所障碍，一般世间人讲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行持敏行呢，就是同佛所行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行为一样。常作天人师，就是发愿要好像佛一样尽未来际，常作天人的导师，不单止是人的导师，天都要拜他为师，这样才能够教化一切有情众生，得为三界雄，就是成为三界当中无所畏惧的大英雄。
只有佛先能够做到无所畏惧因为佢已经得到咗圆满嘅智慧同埋德能。咁法藏比丘呢度又讲：我愿说法师子孝我讲经说法啦，好似狮子敲一样意思就系能够震动三界狮子系森林中之王佢大敲一声所有嘅小动物脚都震埋呢个系比喻佛讲经说法能够震动三界一切众生使到外道邪魔都起畏惧。讲道诸有情道尽一切有情众生，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愿自己四十八大愿，呢个系往昔所发嘅所有嘅呢啲大愿都能够圆满一丝毫嘅欠缺都冇。咁就系一切皆成佛所有嘅众生都同成佛道。咁呢八句嘅经文系特别显出法藏比丘佢已经成菩萨啦。佢发愿要成佛，成就无量寿、无量光，打开智慧。恢复自性的光明身恢复自性的一切德能这个是他自觉自己先要讲等到他的觉悟等同如来了，自然就道尽一切众生他发的四十八大愿远远都是道众生。咁你想要道众生呢个觉他，首先你要自觉。自己如果冇觉悟，你想要别人觉悟系唔可能。就譬如你自己都唔识游水你在河里面都非常危险了，你还想划救岸上的人这个不可能自己还在这里迷惑颠倒想去救别人，这个是妄想楞严经上面讲，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自己都咁盲嘅，咩嘢都睇唔到你仲想去救别人去度众生，其实系咩呢？你带住众生一齐跳落个火坑都唔知呢种状况喺末法时期非常之多一般人一接触到佛法觉得好欢喜，就想去度别人自己仲烦恼一丝毫都冇断整个就喺贪嗔痴慢疑呢种烦恼当中不能够自拔就想要去度人哋
往往就系叫做咩咧？好为人师啊，甚至啊为咗去道别人啊，自己夸耀自己啊，话自己有啲乜嘢唔处啦，啊，有咩功夫啦？啊！仲有啲更加不知羞耻啊！话自己系乜嘢菩萨再嚟嘅，啊，乜嘢佛再嚟嘅？呢、这个叫做大妄语，大妄语嘅结果就系阿鼻地狱。啊，喺戒经里边讲得好清楚。啊，所以呢一点我哋非常之重视，不能自觉就不能够觉他。即使你想要宏法利生去帮助别人觉悟，你都要首先啊要求自觉。啊，你睇法藏比丘喺呢度为我哋做个榜样，而先要如佛无碍智所行持敏行。你先能常作天人师呀、啊！啊，讲到诸有情啊，自己仲一丝毫觉悟都冇啊，学咗呢啲经教，识讲几句名词俗语啊，即使你能够讲呢部经。落到自己意思里边都会讲错啊，咁难免就会放毒啊，误导一切众生啊，呢、这个比容易杀人仲可怕啊！呢、这个叫误人子弟呀、啊！啊，以前李炳南老居士啊，同我哋师父讲过咁样嘅笑话。啊，有一个教书成啊，一个教书嘅老师啊，一个庸医啊，一个医生啊，医术好差啊，佢仲要同人哋医人，结果咧医一个死一个，后尾啊俾阎王爷啊锁到嚟啊阎王殿啊审判。结果判佢落18层地狱，啊！佢喺嗰18层地狱都唔服啊，啊！喺度跳，喊冤枉。结果咧，佢喺度跳紧嗰时候咧，下边居然有个声音啊传上嚟话：，喂，阿大佬啊，你唔好跳啦，啊！跳到你啲灰尘啊，都全部啊跌到我身上。佢觉得好奇怪，我已经系18层地狱啦，乜底下仲有19层啊？啊，佢话系啊，我喺19层啊。啊，佢就问啦、哎，你系做咩噶？下面嗰人讲话，我系教书噶，教书误人子弟啊，比嗰个庸医杀人仲可怕，将来要堕19层地狱啊！呢个系讲咩呢？教世间嘅书。如果你讲佛法误导众生啊，咁啊，应该系27层啦。呢啲啊，都系提醒我哋啊，宏法利生，首先你自己要开智慧，自己有断烦恼嘅功夫。啊！如果唔系啊，你仲想去讲，你个胆量唔少啊！啊，真系唔怕堕20层地狱啊！啊，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自己啊，啊，我未开悟，未断烦恼，不敢为人师啊！
啊，所以讲经说法系以学生嘅身份，台下嘅全部都老师，啊，请佢哋嚟批评指导，啊，自己系学经，按照呢个注解复讲，啊，复讲之后，啊，请下边啲老师啊嚟批评，啊，睇下边度讲得唔啱嘅，纠正我。全咁样嘅心态，到几时先能够为人师啊？你开咗智慧啦，啊，开悟之后，你就能够如佛无碍智啊，啊，咁你先能够上熟天人师啊。啊，所以佛法不能够用一种自欺欺人嘅心嚟学，一定要认真啊，对自己嘅负责任，呢个自爱啊，自重啊，你能够自爱自重，你先能够爱别人，你先有真正嘅慈悲。啊，否则你就唔系喺度弘法啦，唔系喺度护法啦，系喺度败坏佛法。啊，如果仲存一个心喺呢里边，想求一啲名利，咁叫做欺世盗名啊，断人嘅法身为名，作恶多端，将来一定系阿鼻地狱。啊，所以学佛人，特别你想要弘法护法，一定要将自己嘅名利心断尽。啊，稍微有少少名利夹杂喺你嘅学佛嘅呢种心态里边，因地不真啊，果招迂曲。啊，嗰个如是因得如是果，你嘅因唔系真嘅。啊，嗰、那个果就唔会系真，所以呃唔到人噶，自作都自受。啊，我哋好多同修学佛多年，自己烦恼冇减少，业障反而仲喺度加深。啊，咩原因呢？自己要好好反省啊！原因都喺自己身上，同外边境界冇关系。啊，因为境界系你个心变现出嚟，仲系嗰个心唔真诚啊！用嘅系假心、妄心嚟学佛。自欺欺人啊！而且欺人欺未必欺得到啊，自欺啊！啊，自欺嘅结果系咩咧？自己唯有系啊，业障越嚟越深重，啊，福报越嚟越少，智慧越嚟越低。好可怜啊！所以我自己啊，学佛20年啊，学到依家冇咩成就唯有一点就系咩呢？唔敢再自欺了。啊，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冇开悟。啊，过去仲有一种啊
想要宏法利生嘅心。啊，呢个心到依家仲系不变，但系呢，行为上啊，反省呢，过去啊，仲系狂妄啊。啊，胆量唔少啊！啊，喺外边能够登高座讲经啊，呢个喺佛法过去啊，系唔允许噶。啊，但系师父又讲，如果冇人讲经，咁佛法冇人讲啦。就会断啦，就会灭绝啦，啊！所以不得已勉强而为之。啊，越讲就觉得自己呀越惭愧。啊，所以先啊决定啊，将呢种宏法利生嘅呢一种因缘。都暫時推遲，啊，唔急住依家去做，啊，依家要急住做嘅係咩啊？自覺，啊，你要開悟，你要至少得到念佛三昧，咁樣你講嘅佛法。先能够保证唔会有错误，唔会害人。啊，所以我就将《圆明智讲经》停咗啦。啊，大众啊，有好多觉得啊，依依不舍。啊，我系旧年。年尾12月29日最后一次登座讲经，我就同大家宣布，从今以后我未开悟之前，唔会再登座讲经。啊，实在有人请法咧，最多就喺摄影棚，面对摄影机，将个录落嚟送俾佢哋做参考。过去偶益大师，人哋何等人物啊！尚且非常之谦虚，佢一生不登高座，就唔登高座讲经说法，只系咩呢？面前嘅几个人，有缘嘅，咁大家一齐，佢先对佢哋讲。真正嚟求学，佢先讲。佢为后世留下著作。这个都是为我哋末法时期众生做一个表范。你讲经讲得好，好热闹。能够登上万人的法会上面的高座，跟人讲经说法，但是你自己也未开悟。人家看了你这样的样子，就会向你学习了，以为这样就叫做成就。结果到最后都搞成名利了。在你里面你自己虽然未必有名利心，但是很难保证跟着你的人他没有名利心，也都很难保证以后你的学生，你以后后世的人，他学你的时候他会不会起名利。所以真正要传佛法，
一定要能够安住寂静，将心定落嚟，先靠知觉，知觉之后能唔能够觉他呢？睇因缘啦。喺末法时期，最好嘅宏法嘅因缘系咩呢？就系摄影棚，通过网络，远程教学，唔好聚人气，唔搞热闹，避免妒忌障碍。你一有好多信徒嘅时候，人哋就会喺嫉妒，特别系咩同学从古至今都系如此所以最好系个方法，你讲经冇听众冇信徒你又冇出家弟子跟住你叫做咩呢？孤家寡人一个，又冇名又冇利，乜嘢都冇，人哋就唔会嫉妒你啦。能够嫉妒都系因为你有名利，所以师父上人为我做呢种事，到越到晚年就越选择喺摄影棚，越系清净。呢个系为我做表法，我要向佢学习啦。呢一世人工作嘅呢种环境就喺呢个摄影棚，细细一个房间，一个摄影机，有两三个护持嘅人帮忙摄影，够晒啦。所以呢度经文上讲啊，如佛无爱智啊，所行似敏行啊，喺咩时代，用咩方式嚟度众生？这个有智慧啊！那个慈悲心就是你能够不断咁讲经无论有冇人听，你都讲落去。有鬼神听你留落嚟嘅呢啲视频录音，后世嘅人佢可能会听只要有一个听，一个觉悟啦，你就冇白讲。这个就系叫慈悯行师父老人家为我哋做出个样子佢呢个系无碍智佢一生受几多人嘅妒忌障碍，到咗晚年啦，先喺香港有一嘅咁样嘅立足之处，好细好细仲唔系一个寺院，一般居家嘅咁样嘅精舍。冇信徒讲经对住摄影机这个就是为我哋显示出将来宏法嘅方式如果真系想学习嘅人，佢喺网上自然就会跟住听。这个叫做有缘人他不肯听就没缘了没缘就不需要急着渡他，渡都渡不到，佛都不渡无缘之人你能够渡到他吗？等到我们将来往生之后，看到因缘成熟了，再下来渡他。佛菩萨度众生唔急㗎。
啊，非常有耐心，可以等你等无量劫。啊，你呢生唔肯觉悟，仲有来生，来生呢可能会堕地狱。啊，佛菩萨呢就睇住你堕地狱都由你去，点解呢？因为劝你唔回头啊，唯有系地狱之后，堕咗地狱之后，知道痛苦啦。呢种痛苦叫做刻骨铭心，佢先能够记得住。啊，将来先唔敢再做恶业啦。啊，呢个时候佢能回头，佛菩萨就会出现。啊，所以嗰个缘分啊，完全就系睇众生佢自己。啊，肯唔肯用真诚心嚟学佛？肯唔肯忏悔自己嘅罪业？啊，佢唔肯，呢个就系自欺欺人。啊，其实佛菩萨咩唔知道呢？啊，真系无所不知啊！因为佢个智慧系无碍嘅，所以所有众生佢心里面谂嘢，佛菩萨都知道，知道但佢唔讲，等于俾面佢啊，唔好使佢难堪，唔好使佢烦恼。但系因果佛菩萨知道清清楚楚，佢唔知道啊，所以佢先敢做呢种恶业啊。啊，将来堕到恶道啦，后悔啦，后悔啊，佢就可能会谂到佛菩萨啦。呢个时候。祈求佛菩萨来救的时候，那种真诚心出来了，佛菩萨请我来。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的地方。所谓悲智相混，慈悲和智慧。两个不能够缺一。如果只有慈悲冇智慧，嗰种会产生情执。而且你即使想帮助众生，冇效果，冇智慧，就唔懂得点样去做，几时嚟做。所以智慧啊！比慈悲重要重要啊！呢度讲如佛无碍智，有呢个智慧啦，先能够所行慈能行，嗰、那个慈悲嘅行为先叫做真嘅，先唔会有副作用。咁阿弥陀佛喺呢个时候根据善导大师、谭联大师讲嘅。佢都法藏比丘嗰时已经证得十地菩萨啦，但系仲未成佛，所以佢发愿要再更上一层楼佢要成佛如来嘅智慧佢圆满。如来的慈悲大慈大悲的行为，他要做足。这个到了无碍智现前了，
就好似释迦牟尼佛讲嘅，我为法王啊，于法自在，对一切法啊，一切宇宙嘅现象，佢自然都通达啊，融通入不二法门，样样都唔会有障碍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呢个系讲悲智双运啊，慈悲智慧好似雀仔嘅双翼啊，缺一不可。下边经文：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讲道诸有情。啊，呢个就讲嘅说法如佛。佛嘅慈悲行体现喺边度呢？就系、是、教化一切众生啊！佢嘅教化系唔会间断嘅啊！所以常作天人师啊，做一切众生嘅老师。佢唔单止讲。啊，仲要做出嚟，身教、言教，啊，一日24个钟头都系教化，好多众生听未必听明白，佢睇你嘅所作所为，佢可能就明白。啊！而且系咩咧？呢种教法系持续嘅、长期嘅，短时间佢未必觉悟得到。一定要长时分手。啊！咁终于有一日，佢恍然大悟。所以呢个又系讲明啊，我哋众生嘅业障好重。我哋学经教就是、跟佛学啊，佛嘅行持、佛嘅说法都记录喺经教里边。咁我哋学唔系话一日两日就学识嘅。长时间嘅学习，所以呢度讲话，说法狮子吼，佛嘅任务嚟到人间，主要就系讲经说法，真正嘅佛教啊，系教育啊。啊，唔系只系搞啲宗教嘅仪式啊！仪式咧系一种附带嘅，啊，系后期啊，先慢慢发展起嚟。佛陀当年在世，佢每日嘅工作只系讲经说法，就系、是、上课。一日讲8个钟头啊，有呢个体力啊，大家又好学，所以啊，佢就每日讲啊。所以我哋真正学佛啊，要知道就是、接受佛陀嘅教育啊，一定要依靠经典啊，依据经典嚟学啊。如果我哋学佛唔系从经教里边认真学习，搞其他嘅都叫做舍本逐末啊，逐末啊，本末倒置咯。啊，所以有啲人
学佛好多年，都冇咩成就。原因系咩啊？冇学到啊，根本上面嚟。经听得太少啦，道理唔明白，唔知道要点样去修行。以为自己我已经皈依咗好多年啦。系一个老佛教徒啦。其实对佛嘅经教嘅道理一知半解，甚至完全唔识呢种人好多啊。所以世间人睇到我哋咁嘅样，佢以为佛教徒都系咁样嘅，烦恼习气咁多，佢就唔肯信佛啦。你睇下，我哋自称为佛教徒，结果系唔系喺度护法啦，系喺度拜法啦。呢个因果好重啊！自己未必知道啊。所以真正学佛入手处就一定要听经闻法，而且听经一定要改自己嘅习气，改过先叫做修行。咩叫修行啊？行为有错误，将佢修正过嚟，咁叫修行啊。如果学佛，唔系真正从修行上去用功夫，都系冇用，都系冇外害。所以学经教有个好处，就系明白自己有咩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定会有过错。就是怕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还以为自己是好好好，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能够知道自己过错，这个人叫做开悟。他不记得大彻大悟，起码他小悟。每日都有这些误处，就是每日都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咁然后你能够改，这个叫悟后起修啊，开始修行啦。真正改变自己啦，先能够感化别人。你得为三界雄，成佛。就是怎样呢？将自己所有过错都改晒，改尽了，没晒过错了，你就是叫做三界雄，大英雄。所以人人都可以做三界的大英雄，人人都能够成佛，就是看你肯不肯改自己的过错。这个三界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六道，上面六层天。色界、无色界都是天道，禅定天。他们的功夫修行都很好，但是他比不上佛。所以对佛非常之尊重，因为知道佛能够改自己的过错，他们做不到。所以什么叫英雄啊？现在就知道了。不是说你能够打得过别人，好好打，那叫英雄。
系能够将自己嘅过错改正过嚟，呢种人就系英雄。咁叫做勇敢，勇敢系咩？敢于面对自己嘅过错，敢于忏悔，向大众讲出自己嘅过错，呢、这个叫发怒忏悔，呢、这个要勇气啊，要有胆识啊。冇嗰种勇气，唔敢开声啊。呢、这个就系咩咧？自欺欺人。自暴自弃，不能够奋发。要知道，人皆可以为圣人，人皆能够成佛。我自己就唔肯去咁做啦，唔肯面对自己嘅过错，咁就叫纵容自己嘅过错。你都唔敢去面对佢，点可能去改佢呢？你唔会改，咁就叫做自暴自弃啊！人生世间几十年，光阴好快过，就系咁样喺自欺欺人当中度日。呢种人啊，就系、是、佛喺经里边讲啊，可怜悯者啊，好可怜啊！来生沙漠毒海啊！所以真正明白嘅人，有智慧啦，就会有勇气。过错唔怕人哋知道，人哋知道好佢批评我佢讥笑我，帮我消业障。我能够改，改咗啦就冇啦，呢、这个业障就消除啦。所以咩叫业障啊？自己嘅过错唔肯改，呢、这个就叫做业障。能够改自己嘅过错，呢、这个叫做消业障，呢、这个叫做英雄。所以你能够改啦，向人哋分享自己改错、改过嘅呢种心得，你就可以说法。说法施之效就可以震动人心。如果你冇真正去修行、去改过，你讲出嚟嘅人嗰啲所谓嘅法啊，唔会感动人。人哋听就得个听，佢唔相信你。点解？因为你冇做咗个好样子俾人睇。同样嘅经教，点解人哋讲？就有咁样嘅感动力，人哋就信服，人哋就依教奉行。点解我唔得？呢、这个就系修行唔同。你要去度有情众生，一定要咩呢？为众生打一个好头，众生都有呢一种惰性，知道自己嘅毛病习气，唔肯去面对，更加唔会去改。你要生起呢种大慈悲心。
你为众生做一个事，我有过错，我一定要改，我不自欺不欺人。即使成个世界嘅人全部都嚟批评我、指责我，但我自己对得住自己嘅良心，因为我对自己系真心，我对别人又系真心，有过错，呢、这个并不可怕，可怕嘅系唔肯改。我肯改啦。我的心安，天大的过错都能够忏悔，特别是净土法门，即使我们做了五逆十恶的重罪，临终能够忏悔，一念十念都能够往生。但是你不要等我临终你才忏悔，临终未必啦。临终你往往是业障现前，可能自己都不省人事了，甚至糊涂了，甚至变成个植物人了，想忏悔都迟了，整个就被业障给包围住，挣脱不出来了，依家就要忏悔，依家就要回头。咁就有得救，咁你种忏悔就系为佛讲经说法做证，做个证明，做个样子出嚟，讲到诸有情啊，你能够启发大众嘅觉悟。启发大众断恶修善，下面经文讲：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悉就是法藏比丘在过去五劫里面所结成的四十八愿。法藏大师在这里讲话，我一切的大愿都要圆满。那点先是圆满呢？一切皆成佛就圆满了。一切皆成佛这五个字不得了啊。一切是一切众生，包括有情众生。同埋无情众生，呢句话可以讲系粉碎虚空啊，平沉大地啊，不可思议啊！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咧蚊啊、蚂蚁啊。老鼠、曱甴啦，都能够成佛啦。包括地狱的众生都能够成佛啦。连无情众生、山河大地、地下个砖头、泥沙、我哋身上着嘅衫裤鞋袜、台凳，一切皆成佛。所以这一句经文就是四十八愿的本体。四十八愿就是从这一句经文流露出来的。在《往生论》里面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国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是依报，佛菩萨
系正步，衣正庄严嘛。入一法句，啊，一法句之中就系、是、一句阿弥陀佛之中，啊，呢一句系清净句，清净句就系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就系、是、讲自性，就系、是、法身，啊，所以一切一切都系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显露。啊！自性啊，生一切法啦，所以一切法都系法身法，所以一切皆成佛啦。啊！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系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都系。啊，通性佛道，呢、这个就系《华严经》里面讲嘅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系自性啊，一切万法嘅本体。啊，咩叫一呢？冇一切嘅对待。对立就叫做一啊，有二就唔系一啦。咩叫真呢？离开一切虚妄，呢、这个叫真啊。运用万法，呢、这个叫做法界。所以一真法界啊，综合起嚟讲咧啊，就系、是、冇任何对待。圆融一体，离开一切虚妄嘅法界，啊，一个微尘，我哋依家讲话一个基本粒子，都系一真法界，啊，都系一体，一真一切真，冇绝对啊，冇一啲虚妄，冇一啲对待。分开啊，冇分裂嘅啊，所以一成佛就一切成佛，法藏大士成佛啦，一切有情无情众生皆成佛咁依家问题嚟啦。法藏比丘成佛啦，啊，成为阿弥陀佛，而且经文讲得好清楚，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已经成咗十劫咁长时间啦。咁点解我就未成佛呢？佢一切皆成佛啦，佢成咗佛，我未成佛咯，咁唔能够叫一切皆成佛啊？啊！咁呢个点样解释呢？究竟呢个经文一切皆成佛，只系一个理想呢？定还是已经实现了？话俾你知，已经实现咗。啊，真系一切皆成佛。如果我哋啊冇成佛嘅话，阿弥陀佛唔会成佛，因为佢呢个愿系咁样。咁我哋确实冇成佛啦，呢个系你自己，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你唔知道自己已经成佛啦。其实你本来就系佛。嗱，完完整整嘅佛，一啲都唔会欠缺一啲，啊，同阿弥陀佛一模一样嘅佛，
但系问题你自己唔知道，你以为自己仲系个众生，系凡夫，同阿弥陀佛啊，一个天一个地啊，差别好大。其实呢啲通通都系你自己嘅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自己失去咗自信心，唔肯相信自己成佛，相信嘅自己系凡夫。点解呢？明明我自己好多烦恼，好多业障，我仲要做恶业，呢、这个就系自己啊迷喺里边啊。冇觉悟啊！果然你一觉悟，原来自己就系佛啦。咁点可以做呢啲恶业呢？自己一切都具有啊，点解要贪呢？我同众生原来啊系一体啊。点解要对立呢？点解要起冲突呢？点解有嗔恚心呢？点解会有傲慢呢？我同大家平等一体啊！你就系我，我就系你啊！有咩好傲慢呢？一旦你觉悟啦，真系烦恼全部尽晒，冇啦，断尽一切烦恼。一切皆成佛啦！我成佛，一切众生也成佛。所以成佛明白啦，觉悟啦，知道啊，原来自己本来就系佛，同阿弥陀佛冇两样。呢、这个系啊，最究竟圆满嘅境界。我哋敢唔敢去承担？如果你敢去承担，你呢个善根福德就太厚啦。有呢一种信念。你断烦恼、消业障就非常之快速。但系呢里边一定用真实心，唔可以自欺，唔可以话，我已经系成佛啦，就狂妄自大，睇唔起人哋，睇唔起人哋，说明你仲喺度迷呀。点解成佛嘅人一定系一切众生平等，绝对唔会有一丝毫嘅傲慢，更加唔会起贪嗔痴，更加唔会做杀盗淫妄，种种恶业全部一时离开晒。彻底忏悔干净啦！为众生做最好嘅榜样啦！所以极乐世界就喺我哋眼前。我哋睇唔到，就系因为我哋迷。被咩挡住咗我哋呢？我哋自己嘅妄想、分别、执着，挡住咗我哋自己，睇唔到极乐世界。将极乐世界睇成咩呢？我哋嘅五浊恶世，然后喺呢个五浊恶世里面搞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做作种种恶业，
受呢个因果报应，仲要怨天尤人，你能够怪边个啊？只能怪你自己呀！啊，明明眼前就系极乐世界啊，你一切受用都具足啊！你自己迷惑颠倒如痴啊，自作自受咁解。所以佛睇我哋就系觉得我哋好可怜，就系咁样，太迷啦。啊，依家为咗自己嘅一少少嘅利益，啊，唔怕做呢啲恶业。你能唔能够得到呢？你就算得到咗，都系你命中该有。命中冇嘅，你无论用乜嘢手段去谋，都谋唔嚟。啊，点解唔放下呢？啊，放下啦，回头啦，你一样都唔缺啦。极乐世界就系你噶啦，啊！所以一念能够回头，唔使等我哋临终啊，依家就已经注定喺极乐世界里边啦。你就系极乐世界人啦，啊！将来临终。往生之后，种种受用，你就真正得到啦。啊，好似极乐世界嗰啲水，啊，七宝池八功德水，水都可以说法啦。啊，你喺嗰个八功德池里边去游泳，啊，嗰啲水啊，能够随住你嘅意思。啊！你经里面写得好清楚。啊，你想嗰个水到你嘅脚板，佢就到你脚板；到你膝头，佢就到膝头；到你腰部，啊，到你嘅颈部，随住你自己意思，或深或浅。个水温呢，啊，你想暖一啲又得，啊，要凉爽一啲又得，甚至个水啊，啊，可以啊，啊，向上流，啊。你话我想淋浴啊，个水从个头顶落淋落嚟，又可以随意自在啊！啊，所以极乐世界个水都系佛啊，都系阿弥陀佛变现噶。如果唔系佛嘅话，个水点可能可以讲种种妙法呢？啊，帮你开悟呢？所以个水啊，你叫佢佛水又得，叫佢水佛又得，一切皆成佛啦，水都成佛啦。所以极乐世界啊，一香一花一棵树啊，一栋屋啊，嗰个宫殿。通通都系佛，你往生极乐世界，整个就融入法身里面，同阿弥陀佛合为一体呀、啊！所以一切皆成佛呢一句啊，可以讲系禅宗啊向上一着啊。踏住毗卢顶上行啊！啊，喺密宗里边就讲系大圆满啊，一切皆圆满啊，一一都成佛啦！啊，首楞严经里边讲话啊，呢个首楞严嘅意思就系一切事究竟坚固啊，一切事就任何嘅事。任何事物都是究竟的坚固，就是上行
不变化，不生不灭。本来如是，都是一切皆成佛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万德完成，圆满成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思缘若黑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如真妙花。这四句是课题讲话祈愿感正，是法藏大师祈求得到感应，为他作证明。思愿若黑果，法藏大师说，我所发的大愿若能够圆满的话，这个黑果就是成就，黑就是成，果就是达到目的地，达到目标。咁我个愿望若能够成就圆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圣灵都应当感动。虚空当中的诸位天神自然欢喜，是现瑞相，就是从天降落一阵奇妙的花雨，落的不是雨水，落的是花。这个就是求证。发了这样的大愿，祈求天地为他认证，他的真诚心，可以说天地可鉴。如果你里面有一点点的虚假，谦曲虚伪，他不敢说这句说话。因为天地鬼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我们讲个说话呃人可以，呃不到天地鬼神，更加呃不到佛菩萨。所以一定要有纯真的心，不能够夹杂丝毫的虚假。夹杂虚假只是自欺，天地鬼神佛菩萨谁不知道呢？所以这里要学法藏菩萨用这个真诚心、至诚的心。所以发出这个愿之后，自然就得到感应。下面经文，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众已，应是普地六种震动，天雨妙花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这个就是法藏菩萨得到的感应，这种瑞相。佛告阿难，是这个佛呢，是释迦牟尼佛，他讲给阿难尊者听。
法藏比丘呢个时候啱啱讲完呢一首嘅偈颂，就系前面嘅呢四句，应时土地六种震动，应时就系当下，立即出现。土地就系整个大地，出现六种嘅震动。呢、这个六种震动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系六方，东南西北，再加上上下，六方震动。第二种震呢、这个意思咧，系六种不同嘅震动嘅嗰种现象，有动有声，有起伏有波动，各种形态不同，六种。咁呢种震动唔系我哋世间讲话地震，地震啊灾难啊。呢、这个震动唔系地震，系咩呢？经常讲话地皆柔软，令众和悦。大地好柔软。呢种震动咧，系使到大家能够非常之快乐欢喜。冇一啲恐惧。更加唔系灾难。所以佢完全同地震系两件事吓。呢、这个系咧天地神灵为法藏菩萨做证明。唔单止有震动，仲有天雨妙法，天上降落嗰啲花雨啊，呢、这个系法藏菩萨要求。果然天神就呼应，降落天花，以散其上，散到当时法会嘅现场，供养当时嘅世间自在王佛，法藏菩萨以及在场嘅所有大众。而且仲有自然音乐，喺空中响起嚟，呢啲系天乐啊，天神奏乐非常之悦耳，空中赞言，虚空当中，天神亦都系佛菩萨加持，同声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就是、一定能够成佛。法藏菩萨嘅四十八大愿，一定能够成就。所以法藏嘅大愿，处处都表现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而且喺呢度得到咗证明，一定能够成就，一定圆满，不可思议嘅因就必定结出不可思议嘅果，所以我哋。一切众生，法界一切嘅众生，都要依净土法门得道所以呢个事件，当时呢个法会嘅现场，就出现咁殊胜嘅水上，等于系喺度宣告。未来一切嘅众生都可以得救，都可以成佛，
所以呢个系无比殊胜嘅时刻。咁呢个系必成正觉啊，第七品，我哋就讲到呢度。下边咧，我哋睇第八品，即功累德，第八。发咗愿，一定要有行啊！如果有行，那个愿先系真嘅啊！如果系发咗愿冇行动，咁只系一种虚浮嘅狂愿啊！你哋就狂想曲。假嘅，唔系真的。所以愿系指导你嘅行为，行为系落实你嘅愿。所以发咗愿之后，一定要积功累德，就系积累功德嚟圆满你嘅愿。所以法藏菩萨发咗咁样嘅大愿。就真觉啦，佢系真心发嘅愿，所以自然就会真觉。而真觉先能够体现出佢嘅愿系真实嘅，唔系虚浮。呢啲我哋要学法藏菩萨。虽然依家发唔起佢咁大嘅大愿，至少我哋要。对自己、对人都有一个真诚发愿不发则已，一发就要去做，要努力去做到下边我哋睇经文，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宏誓愿已，住真实为勇猛精进，一向专志庄严妙土。呢度释迦牟尼佛叫住阿难。话俾佢知，下边呢种开示好重要，凡系叫住佢名，就系讲俾佢听好重要嘅开示。话法藏比丘喺世间自在王如来之前以及天人大众之中，就系法会现场，对众发咗咁样个宏大嘅誓愿。呢个宏就系宏大愿前面加个誓，说明呢种誓愿系非常之坚定任何嘢都动摇唔到佢呢个叫誓愿。发咗咁样个宏大嘅广大嘅誓愿。之后呢，就真觉，住真实位，就安住于真实嘅智慧当中。咁真实智慧系乜嘢呢？喺《往生论》里边讲呢一句经文王念祖老居士喺注解里面引用到好多次所以我哋都记得好清楚啦就系三种庄严：国土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
入一法句，一清净句，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住真实慧是什么呢？念佛啊。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里面。整个极乐世界全部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所以安住真实智慧就是安住在极乐世界，亦就是安住在这一句佛号，安住在念佛三昧当中。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怎样能够去念佛呢？临终那时十念，这个十念就是念佛三昧。去到极乐世界就安住在念佛三昧当中，就住真实位，所以就住极乐世界，恒常不变。这个是自性法性土，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勇猛精进，一向专治庄严妙土。这个就是这一段最重要的开始。本经里面讲到的三种真实，真实之际在第二品里面讲，真实之理第三品讲，这里呢第八品讲真实之位，三种真实。这种真实就是讲的本体，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它是超情离见，真实不是我们凡夫用情见可以见到的，将你的情见通通放下，那你才能够见到真实，见到就是真如自性无为法身。那这个真实名相很多，天台中讲话诸法实相，花严中讲的是一真法界等等，名相很多，讲的是一回事。所以这个真实的含义是非常之深。那阿弥陀佛就是能够证得真实之际，又普令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怎样去做呢？他自己安住真实之位，为一切众生宣说妙法。而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就是净土法门，令一切含灵皆依此法而得道脱。含灵就是一切众生，这个就是经文第三品讲到。所以四十八大愿，一乘愿海，能够使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当生成就成佛。这一句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啊，净土嘅大法就系为与众生啊真实之理。啊，而法门极乐世界四十八大愿呢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系从真实本体里边流露出嚟。啊，真实嘅智慧，智慧系用啊，体上用啊，用于咩咧？用于救度一切众生。啊，所以经文讲嘅住真实慧，讲到底就系安住喺一句法号，啊，而且系帮我哋一切众生都安住一句法号，啊，我哋真正明白一句佛号嘅功德不可思议，自然就会安住啦。啊，我哋唔肯念佛，原因就系唔知道呢句佛号嘅功德有几大。你当下提起呢句佛号，放下万缘，你就当下成佛。啊，圆满释所缘一切皆成佛啦。极圆满，啊，极快速，顿超啊！啊，所以个功德真系一句不可思议啊！啊，讲出嚟只系勉强咁讲，啊，确确实实系不可思议，不可以啊，绝一切嘅情见，咁呢个真实之慧，就系佛嘅知见啊。佛嘅知见呢，啊，就系令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嗰个知见系咩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一切情见，回归自性。啊，而呢句阿弥陀佛就系桥梁。啊，通过呢句阿弥陀佛，我哋念阿弥陀佛，念到最后将妄想分别执着都冇啦，念到冇晒啦，就入佛之见。啊，所以法藏大师积功累德啊，呢度讲第一句就系住真实慧，非常重要。啊，整个极乐世界都系真实智慧所流露，亦系真实智慧所成就。啊，咁住喺真实智慧里边，就叫做勇猛精进。啊，勇猛系无所畏惧，冇任何疑虑，呢个叫勇猛。勇猛唔系话你喺度啊搏晒老命修行啊，唔系靠搏命噶。啊，你啱啱想用力嗰时候，已经偏离咗十万八千里。啊，你唔可以用嗰种执着心，啊，好似世间啊去攻克一个目的地一样，唔系咁样嘅心。啊，就系你冇任何怀疑，
啊，亦冇任何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叫做勇猛精进。啊，你一想话，我一定要往生，依家就要走。我见到有啲人都系咁样。包括我以前都犯过咁嘅错误，请匹夫之勇好似往生极乐世界唔怕，我唔怕死嘅，依家走最好，嗰种心系浮躁嘅。唔系清醒，所以修道要用平常心，平常心就系精进。一失咗平常心，已经唔精进啦，你就叫做懈怠。因为点啊？你求速，求快。你一求速求快，其实就系咩种？都系懈怠。想要咩咧？急急于见到成果，唔肯付出真功夫，唔肯落顿功夫。所以嗰个就系懈怠，呢种问题好多修行都有，我以前都有呢个毛病，依家都明白啦，亦都唔需要求住急住去见佛，去往生，唔需要，你只要好好念佛就得啦。你念佛能够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就是勇猛精进。将你的心调柔，不要用刚强的心，用柔和的心，这样才能够得定，才能够得三昧。三昧不是靠夹硬来就可以得到的。你越想夹硬嚟，越得唔到。一定系好平淡，好自然。嗰种好悠游，但系又唔系懈怠。嗰种柔和嘅心，先能够契入。所以秘诀就系放下。萬緣放下，乜嘢都唔求，乜嘢都唔想，咁你先能够得三昧。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其他乜嘢都放下。连我依家想急住见佛呢个念头都要放下，只系阿弥陀佛。想见阿弥陀佛呢个念头就唔系阿弥陀佛。你是想见阿弥陀佛，是急着想见。你想见的心就不是念佛的心，已经偏离了佛号。所以自己要细细致致地体会。一向专制，这个一向就是一个方向。希望极乐世界能够现出来，但这个希望呢，又不是经常想着它，是有这个缘，朝着这个方向走，不是经常想着它。譬如说你现在去赶路，向北京行，你就朝着北京的方向行就行了，你不用一天到黑想着北京北京北京，
啊，你就行呢条路，自然就会到北京啦嘛。啊，呢个叫一向。我哋去极乐世界又系咁样，啊，一个方向向极乐世界，啊，一往直前，唔会退心，唔会改方向，啊，更加唔会后悔，将呢个世界乜嘢都放下，咁叫一向，啊，专字专能专一。志系志向，将你嘅志向专一喺极乐世界。啊，咁啊，点先叫做专呢？专系一句佛号上就得啦。呢句佛号就系庄严妙土。啊，庄严妙土系呢句佛号流露出嚟。因为呢句佛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三种庄严都入呢一句佛号，啊，所以一向专持庄严妙土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成就极乐世界啊。啊！极乐世界是心土不二，土就是心，心就是土。咩心啊？念佛心、清净心。啊，这个土是极乐妙土，完全就是那个心现出来的。啊，所以心清净光明，即是佛土的清净光明。啊，心是真心，冇妄想、分别、执着喺里边，就是真心。真心具有万德，所以国土亦具有万德，因为土是心现出嚟，心土不二。这个道理我哋明白之后。你对极乐世界嗰种信心啊，求生净土嘅嗰种愿心啊，就会好坚定啊。因为点解咧？完全就喺我哋自性心中。嗱，呢句佛号就系极乐世界嘅大根本啊！我只要专念佛号。就是专治庄严妙土，啊，妙土自然会出现。啊，咁你要专治妙土，啊，或者系讲专治呢句专念呢句佛号。最重要的就是将其他万缘放下。在本经二十六品里面讲到，阿弥陀佛对十方来极乐世界听法的这些大菩萨讲，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如是刹就是极乐世界。啊，你点先能够满足诸妙愿啊？即系满足你嘅大愿，成就极乐世界呢？一定系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响。啊，觉悟啊，觉悟到一切万法啊，如梦如幻。啊，《金刚经》里面讲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就是金刚般若智慧。
啊，从经文本经经文啊，系相应啊，咁说明咩咧？你要成就佛刹嘅根本系靠金刚般若智慧。嗱，我哋念佛能唔能够成就，亦系要靠呢个金刚般若智慧。呢个金刚般若智慧就系帮我哋放下。既然一切都系梦幻、发梦，你仲执着啲咩咧？啊，你仲要有咩烦恼嘅咧？通通都系假嘅，唔系真嘅。你仲有乜嘢希求咧？仲有咩值得我抱怨嘅、遗憾嘅、后悔嘅、怨恨嘅？冇啊，全部都系假嘅，一场梦。啊，梦醒之后，啊。自己淡然一笑啊，冇晒啦！喺梦里边啊，嗰种分别执着啊，当佢真嘅嗰种如痴如糊啊！嗱，你依家所受嘅种种嘅呢啲感受啊，遇到种种嘅境界，你唔好当真啊！一当真，你喺里边就受苦。咁就叫做自作自受，啊，全部你个心自己变现出嚟，啊，嗰个境界梦境系你发梦嗰个心变噶嘛，你晚黑发梦，边个做个梦境出嚟俾你受咧？啊，遇到唔好嘅人，啊，遇到唔顺心嘅事，都系你自己个心变现出嚟噶咯。你怨边个呢？边个都唔使怨，啊，亦都唔需要怨自己。点解？全部都假噶嘛，啊，根本唔需要起个怨嘅念头啊。所以一切嘅分别执着，一切不平，全部放下。你就自在啦。放下之后做咩啊？念阿弥陀佛啦，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嗰个系真嘅。点解啊？呢句佛号，极乐世界三种庄严，都系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呢部经讲嘅真实之际啊，呢度讲嘅。安住真实之位啊！你有呢一种觉悟，念呢句佛号，自然就相应。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最紧要就系你要放下。啊，所以本经里边又有经文讲话，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正佛土，必成如是刹。通达诸法性，一切法就系一切现象，佢嘅性系乜嘢咧？咩性质咧？啊，呢个讲系本体。就系一切空无我，一切都系假嘅，冇一个我喺度，一切都冇我，就系一切嘢、一切万物都冇一个自体。完全就系妄念生出嚟
无所有啊，毕竟空啊，无不可得啊，呢、这个就系诸法嘅本性啊。咁你通达咗之后，明白咗之后啦，知道一切皆空啊。咁点样呢？仍然仲系要专求正佛土，必胜如是尘。你要专求极乐世界啊，就系呢度讲嘅一向专志庄严妙土。你就即相离相，不着相，亦不着空。如果话咩嘢都空啦，咁都唔需要往生净土啦，净土都空噶嘛。咁其实你有冇真正空呢？你冇空，你仲着咗个空相。仲执着空啊！我要求生净土，点解要求生净土啊？但系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一切皆成佛。呢、这个就系《金刚经》里面讲嘅，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永明大师讲话，建立水月道场大造梦中佛事啊！这个道场是水月道场水里面的月不是真的，看它有去捞它捞不到这个做比喻，相上是有，本体是空，实质是不可得所以建立水月道场是为了帮助众生讲，但是你又不执着到众生，你知道一切相都是假，一切法是空，但是又不退失你的菩提心，大做梦中的佛事，你自己是觉悟的人，你是醒的人，众生在梦里面，你就入他的梦里面做佛事。佛事就是觉悟众生的事，佛是觉悟啊，觉悟众生啊，这个叫做佛事啊。你做得好努力，但是你一啲都唔执着，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假嘅，空嘅。虽然知道个空，又不舍离众生。这个就叫做中道，不着空，不着有，远离两边，契合中道，缘修缘证，缘成佛道，这个就叫做真实智慧，这个真实智慧，庄尊智庄严妙土，就是48大愿的根本。从这个根本流现出来极乐世界。因此极乐世界水鸟树林，一尘一香 一草一木，全部都是真实智慧，这个就叫做一真法界，圆明具德，不可思议。所以讲极乐世界的相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讲到本体上面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就是真实智慧，果然能够万缘放下，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你
自然暗合真实智慧。你同阿弥陀佛自自然然就融为一体，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言。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信念，要相信。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多谢大家，阿弥陀佛。